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不太早的鱼木鱼啊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盗墓之史编年体。咱们上期呢是购买了丙级情报前往大墓，却意外的获得了一把旗帜。这把神秘旗帜不知道它有什么用，咱们先给它存起来吧。然后咱们上期不是还买了一个那个乙级情报吗？估计也是在那个深山那片，-822-56-574 等一下，822-574那是在这边，这边就是村子附近。哎，不会是这吧？好家伙，骗子啊！我高度是56，还要往下挖，-822-574，高度呢？56-574。应该是往这边走，不对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822-574，这边，哎，铁块。这么高，这摔下去会摔死吧？没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墓。咱们直接往下跳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好先看到什么东西飞过去了。有脑鬼，这高度是不是得买个盾牌啊？这太高了，还得买一把那个，不然的话他一直刷脑鬼。只有4根蜡烛了，直接往下跳吧。两只脑鬼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哎呦，直接往下跳，完了，这样好被动啊。这边还有，先破关吧。好彩，这刷的太多了。最主要的，他们还会穿墙。完了，这破关斧破不了那里。哎呦，先让我跳上去，
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刷怪楼等，得想办法弄掉它。回来了，哎呦，这空间太狭小了，我先往下跳。我刚刚已经回去，把咱们在这个什么沙子坡这边获得的一些宝玉，全都给他兑换钱了，买了一把那个陷阱镐，已经把刷怪龙全都给他撸掉了。不知道他血量有多少，哎，干掉好黑啊，有个踏板。这在哪？哦，回到这里来了。我直接 TP 下去吧。不对，这好像哦，我跳到对面，我知道了，有点顶头。哎呦，我直接换生存模式吧，要不然太黑了，完蛋。找香香姐姐借一个火把。不要手残插出去。有个位置会顶头。哇，这里好远。OK.
下面这两个箱子，有把武器。哦，是一把那个能卖钱的武器。巨箱洞，是不是我摁这个拉杆摁出来的？什么东西？咦？完了，手残，气死我了，可恶。这边没有箱子了。哎，这里有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模式改回来。哇，好多好东西啊！看一下附近哪里还有机关。没有了，直接往这边走吧。需要跑酷的，上面插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看报告，这肯定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粽子什么的。应该不需要跑酷了，他说说看，没有了，上面没有东西吧？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关。还有青金石、绿宝石啊，有什么东西出现吗？嗨，你好呀，眼睛上还戴着个什么东西啊？墓主人日志。等一下，要把什么东西给它丢掉。锋利一的铁剑不要了，好多好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张纸应该是没什么用了。这个头咱们还是拿着吧，先看一下，咱们现在应该是安全的。以令人会得深谷之土，明日即可入深谷探翻究竟。深谷图呢？这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吧？挖不了、哦。这里有石头，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得深谷令，以令人会得深谷路线图。那深谷路线图呢？会不会还有咸阳下乡？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这个斗咱们也倒完了。这个东西挺好玩的，再玩一下。不触发了，可恶。走吧。这不是那个枯草吗？从这边跳过去就回去了。这跑酷简很简单的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时间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兑换那些东西，然后入门派来。我先下去看看，应该是可以入门派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